一个无谓人，我是大肥。因为减肥过了个胃，所以吃得很少，但是胃食的人始终都是胃食。这次带大家去吃海鲜，自己在海鲜批发市场买，然后交去给豪门主，500元是连酒水，所有啤酒汽水任饮。开片。鲤鱼门豪门网聚，咁咧其实咧就市道唔好，咁啊同大家食餐饭，今晚四围，一阵间咧话俾大家听有咩食，咁唔知几时会再有呢个机会，但系咧有两件事，第一我哋买海鲜嗰间叫唐记，记住老板好人，但仔，第二豪门老细佢系玲姐兼好人。嗱，而家咧，我哋網聚咧就去到尾聲噶啦。咁咧，呢個尾聲嘅時候咧，我哋訪問一下我哋尊貴嘅 VIP 先。嗱，我哋先訪問何小姐，你覺得今餐豐唔豐富？相當豐富。500元抵唔抵食？超級抵食。最好食邊嘢？樣樣都好食。唔係最好食邊樣嘢？龍蝦。好。龍蝦。O K。龍蝦。500元抵唔抵食先？絕對抵食啦。邊一個餸你認為最滿意？炆班牛腩同我一樣，今次網聚就完結噶啦，咁希望有緣再同大家相見啦。但係如果 book 咗嘅，即係今日有一個哥哥仔佢冇嚟嚇，咁啊浪費咗啦。咁如果真係有心嘅，早少少，咁睇下疫情嘅話，我哋再見啦，拜拜。